Hello，你好。400加币。啊？400加币。这有八张哦。对的。400加币，签名电话。我现在只有加拿大那边电话可以留吗？谢谢。谢谢。我现在在等行李，我现在特别担心我行李会不会没有被寄到，因为有可能是土耳其航空公司现在还在伊斯坦布尔中转，等了好久了都没有等到，要是拿到了，这次完全是乱的，寄过来是乱的。Thanks God！ 天，我还以为行李被寄丢了呢，那就完蛋了。刚刚把所有行李都收拾好了，现在又整装待发了。Let's go! First day。是什么？快筛试剂免费赠送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这边如果我要办就是手机卡和捷运卡的话，应该在哪里？捷运卡要，捷运卡在 B2 哎。捷运卡要在另外一边是吗？对 ，B2， 然后那边直走右转，那边有中华电信、台湾大哥大、远传。OK， 哪家最好你知道吗？啊？哪家最好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你过去问。没有啊，这边也有啊，中华电信在 WiFi。没有，捷运和那个手机卡都有。B2 啊。往那边走是吗？我跟你讲，从这边过去第四个柱子那边往地下室，你可以办那个捷运卡，然后从这边走到底右转，你可以办手机的。哦，好，可以就这样。谢谢，谢谢。刚刚问了那个大姐啊，就是这边就可以办电信卡，有好几家，中华电信还有什么大哥大，我现在就两家都去咨询一下。你好。我想办一张手机卡。嗯，需要几天的？有那种30天。有的，网络是无线的，打电话有送430元。那无线上网它是会减速的那种吗？不会，不会就。好的，那就办一张这个30天。你的护照是哪边？网络无线打电话有送430块。好的。无聊。那帮我写一下英文名、签名、护照号。好。我们不要想起拖地板。因为想把我拖下去。那个王，哎呀，我爱爆了。都是 G 的，谢谢。那边写的，哎呀，
我们在台湾使用玩的摄影设备。嗯，那如果我要出国，先给你收一千元的。那我要玩，我那张可以去。你原本的那一张有需要关掉吗？其实不需要，因为它是 eSIM， 应该也没事。这张其实有点包费。好的，就一千块钱对吗？对，等我一下。那如果说我是中华电视会，哦，他还没有。那这个的话是原本的卡片，电话三十天的，那先跟你收一千元呢。好，好喂，谢谢。收我八块钱。我这边还想办一个那个捷运卡，应该在哪边办？我们这边的话是有卖悠游卡，一张一卡通，一张是100元，里面是没有钱的，要到车站或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要到车站去充，是吗？是，没错。那这个的话是可以在桃园捷运啊，然后台北捷运都可以用，或是在便利商店消费都可以。OK， 对，就看你需要哪一个款式。这个只能在台北用是吧？哦，都可以，台高雄所有的城市都可以，是，就是你的交通都可以，除了高铁。然后这上面也写了，就是便利店，就是便利商店这些地方都可以消费。搞定，好，都一样对吗？对，一样价格。就是、不同的款式，就看你的哪一个。我要这个。那另收100元。不好吧？这边如果说我，你觉得如果我玩三十的话，你觉得大概要充多少？你觉得建议的话，台北吗？台北，然后所有的城市地方都会要玩遍。那你可以先会很常搭捷运吗？我不确定，其实我中间也想骑单车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，你觉得大概，我觉得你可以先充500块，先充500块。那你先充500之后，如果不够，你再到便利商店。搞定，都可以。OK， 这是100块钱对吗？对，工本费就100块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现在已经拿到了捷运卡，还有手机卡，那就可以直接去清理了。刚刚搜了一下，这边显示去到青旅这边要58分钟，机场在这边。台北这边啊，几乎每个站都会有工作人员帮忙，就是指路。刚刚出来就问了一个大姐，大妈吧，然后她就特别特别热情地抓着我说了3-5分钟，然后给我指路。我觉得真的就是台湾人真的是太热情，太热情了。现在我刚刚查了一下啊，台北的气温是。13摄氏度，我觉得对于三月中下旬这个纬度，温度还是有点低的。还好我带了这个冲锋衣，其实本来出来之前我都觉得我是不是会用不上了，现在觉得带的刚刚好。你看这边有多少人在睡在这个外面。如果是搭车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觉得还真的蛮有特色的。因为我真的是，因为道理说是站内应该是可以有座位的呀。车站这附近有无数的人，就是在街上睡着，这还挺出乎意料的，不是我想象中的台湾。然后有很多人嘴巴里面还在碎碎念，觉得是在抱怨还是什么的。还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拿着这个垃圾已经拿了很久了，我感觉非常像日本，感觉到处都没有那个垃圾桶在这边。看一下台北车站这附近的夜景。
现在感觉才8:48已经，到处都没有人了感觉。好清静啊，我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。哦，看到了，就在这儿，看了吗？遇见青旅 ，Alright， 跟他自拍一下。遇见青旅到了，这是我接下来要住6天的地方。由于我他这边是，好像是他这边是晚上7点以后就没有人管理了，所以我提前跟他发了信息，他说，让我自己操作。我先看一下他的信息好吗？我说你好，我大概会在19号晚于19点到，今天是下床的床位，然后大门进来右手边柜台会放到写着你大名的信封袋，里面有房卡和发票，干净的枕头及棉被放在柜子里，已线上支付完成，无需。 OK， 好，这就是大门了。信号不对呀、啊，路在这边啊。哦，遇见青旅 ，open。你好，是这边 check in 吗？楼上。楼上，他们好像下班了。对啊，你已经有预约好了是不是？我预约好了。你有看到上面的吗？他有跟我发，对，我看到上面，但是他有跟我发那个密码，我也进不去。你应该是跑到他 B 栋的那个门去，他大门是在这边。哦，大门是，哦，对对对。不是，他门口那个按的，我就是按了这个密码也进不去。那个是那边的密码，那是另外一间的。大门是这个，密码盒是要在外面。OK， 不用了。OK， 我直哦。OK， 明白了。问一下你的名字。我看看，你这是 A1， 那就是在这边。这边是吧？就是这边使用的。OK， 搞。A10是 A1， 这里。这边有拖鞋，有雨伞，然后晚来的 check in 的人可以在这拿的拿他们自己的房卡。这小植物，行李寄存的地方，这张床不知道干嘛的。Undiscovered map 是。台北的地图，哇，这个做的好好，观光传播局。如果没看错的话，我现在应该是在这块区域，所以这附近有很多夜市。这块，就选其中一个吧。路上看起来是有很多老店，但是现在感觉几乎全都已经关掉了，是除了夜市的店子都会关门吗？这个点，另外我觉得很神奇一点就是它街上会有一股那种就是油味儿，是那种臭臭的，就感觉是那种很多天没有洗澡的那种味道。到夜市了，蒙甲夜市就在我住址旁边，走路5分的位置，超方便的。
好热闹哦！老板，这是鱼是吗？嗯，这是鱼肉对吗？对，鱼肉。他帮我要两个，我只有这个大一点的叉烧了。哦，没关系。甜辣酱吗？有甜辣酱，还有什么？芥末。芥末，你可以一个给我来一点吗？好，多来一点吧。嗯，好。好嘞，谢谢。旗鱼黑轮。在这个里面是鸡蛋，然后外面是鱼肉。嗯，超好吃的。来看一下，震撼的样子。老板，我想要个那个卤肉饭，加个鸡蛋，好吗？啊。卤肉饭加个鸡蛋，我带啊，我带那样，就在这边吃。为什么？随机。来得贼，来得贼，卤肉饭加鸡蛋啊。对，在这边吃。那边等我。我可以坐吗？直接坐，可以直接坐吗？可以坐，里面坐啊。啊好。不好意思。那跟白菜小的就好，白菜是小的啊。小的。可以。哇，这个卤肉饭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，就这么小。这叫卤肉饭。它这个大小实在是太大了。确定是所有台湾的卤肉饭都这个大小，还是怎么的？2分钟搞定。我说那个卤肉饭怎么那么小？刚刚一结账才知道，我总共才吃了45块钱，45台币也是。10块钱人民币不到。看台湾的卤肉饭的卤子，老板，来一杯甘蔗汁。大杯小杯。大杯吧。好嘞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嗯。对，要贵啦，又给你加个高。好纯哦。38号，我觉得我刚刚吃了那小碗卤肉饭，加上两个甜不辣鱼饼啊，就已经完全饱了感觉。好了，刚刚很快去夜市逛了一圈，算是吃饱喝足了。现在回青旅，然后洗个澡休息一下。今天总共吃卤肉饭加吃鸡蛋是45块钱，然后那两个鱼饼叫什么什么金，金旗黑轮还是什么，30块钱。我觉得吃方面是真的非常便宜。我电话卡是1000块钱，30天无限流量，买了一张一卡通，100块钱，然后充了500块钱的卡费。我对台湾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很像一个大陆的二线城市，在基建城建方面，但是一到这个城市里面，就立马能够感觉到人的不同，人会热情，接地气非常非常多。
你真的，你如果去问一个问路啊什么的，基本上是有问必答。你去这些小摊贩上面，不管他有多忙，他都很热心的跟你解答，然后也不会说哦，觉得你很烦什么的。我觉得这是人的态度方面有很大的区别。如果你想跟随我的出门生活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开启小铃铛。当然，如果能够关注就更好了。